请那个农委会陈主委。陈主委请。陈主委，我看你的业务报告里面哈，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小地主大佃农的政策跟活化休耕田哈，这个部分哈，基本上也是马总统那当时的一个重大政见哈。但是我今要请教你，你即马小地主大佃农，咱即马用95年到96年这做基，要基准期的对吧？基准年啦哈。这两个年度的休耕田的面积是多少？是26,000公顷。6万公顷哈。啊，你即马咧，你六万公顷下去推动以后，你现在到底是签约的正式小地主大佃农了的？已经有1800左右。啊，你想少一下啦，这样太少了。所以我感觉讲吼，注意吼，你在推动小地主大佃农这个政策的时阵，你6万公顷加18,000公顷，你签约，这代表讲咱正在推动小地主大佃农，迄个成绩还不够理想。我是感觉讲，爱有比较宏观的角度，就讲多开始的时阵，多开始在推动的时阵，我觉得我们的限制不要太多了哈。所以我一个建议啦哈，你用95年加96年作为基准年，好，一定得爱这两当休耕两开，才能做活化休耕田的基本的基础啦。我感觉你应该想办法放宽啦，注意，你看蛋头到底是买来唔是？我这我来检讨哈，因为迄、那个这配合啊休耕的制度哈，还有休耕有补贴的，所以其他的这个农田哈，伊都补这休耕补贴，所以它两个啊会有相关性。我们来检讨。对哈、哦，我是感觉讲安尼啦哈，你伫推动小地主大佃农这个政策当中，有一个面对的就是讲增加所在对。大家拢加3500去啦，是啊，做到后边面讲要用3500去，安尼第这个观念上一定爱很极力的去宣传，去宣导，这是一个。但第二点，我感觉讲，你现在想办法，95年到96年，个人是讲所有的休耕田来头底，伊是面积上济，但是毛足济，伊伫93年、94年，或者是较早以前。他还有两，我来也有两，连续两期休耕了哈，诶，这种经营了哈。假设咱今天咱要推动这小地主大佃农，我们要把这个面积扩大。我感觉讲，你应该要把年度不要局限在95跟96。我想了哈，比如讲你就90年到96年，这个当中我们就这6年的时间，延长这个期限，哈。第二点，你在这个延长期限的当中，我感觉讲你对要。要来这个小地主大佃农的部分，咱的作物啦哈，咱的限制的作物，咱是生产无余的，但生产无余，有一寡嘛是要在当时加进来，我们应该把那个范围扩大。这第二个要把它扩大。第三点我来建议啦哈，你假设你觉得说前两项我的建议都不可行，我至少我觉得你应该要放宽，就是讲放宽到什么程度？就是讲对于灾区，像这边嘉义。在屏东这个特别高雄这个特别严重的管分灾害88水灾特别严重的地区，你应该放宽，不要再限制95跟96。这几个你这规管期来头底，你应该用88水灾特别条例这种规定，就是将伊休耕田你要做特殊的放宽，因为即卖受到灾害了后，后壁面伊遐人无工课通做嘛。你要号召大家回来返乡，要叫在灾区的人有机会还做工课。我觉得我们一下要用以工代赈，底下咧高灾啦，倒不如我们从灾区里面就放宽这问题，就是讲对于休耕田的迄个基准年95年度，咱伫这灾区这里放大。诸位，我做这3点建议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都非常谢谢委员的建议啊。375减租，这是3500这个代志哈，确实是农民。啊，心肝来要你行行的代志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加强宣传。事实上不会啦，我用3500的。啊，另外这个玉米放宽哈、哦，我们可以朝着这个单期做啊、哦，用近期的一个放宽，然后安内都不会受到两期啊这个北条的。
对啊。啊，你像你这经理，你现在只是说啊，就追丢啊，取掉了吼，有去做，你是从毛豆，吼、哦、中药草，还是讲一些非基因的一寡物件，一寡我国，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考虑放。你要把范围，你要把这个饼做大。你如果它做大的话，根本大家被投入的机会就比较小嘛。现在牧草啦，还有这个饲料玉米哈，还有青稞玉米等等，有机作物也可以。对，其他的部分我知道你有黑类啦吼。我在讲的就是讲有一寡外销的物件，就锅具啦吼，磨刀啦，吼，还是讲咱在要食用的有机的哦，无非基因的一寡大豆啦。这物件你拢爱可如啦，中药草你嘛是说，是讲你从你叫阮记者去办一个专业区，讲要去叫种药草啊，药草你唔当就入这个范围小工田合法。这些我们来考虑，可以。你一定爱可如啦，唔讲爱可如，爱可如。第二个我都要再讲，你要放宽那个标准，这个范围来头对，看你基准的你要放宽，或者你要对灾区的部分、灾区的管区，你要特别爱放宽起来。哎，那我多谈解决这个。哦，你要把这个政策落实，你到我都能该管的、啊，一并来通盘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你也当关键来处理一下。哦，我希望你在最短的时间一个月里面哦，你也当哦这些该管，好不好？是第一点，检讨是第一点哦。我在看你的业务报告里面，你谈到的，老实讲，也让我们就是说，你对于我们持续推动哦，你底下的持续推动，咱所谓的我们的农业专区哦，农业专区这个部分有具体的成效哦。当然，我持肯定的态度了哈。但是我那边都赶快在打你建议的，就是讲，我上次我们在总咨询跟我特别的迄个副主委去嘉义看的时钟，我特别打你讲，即卖现在开发的四个区了哈，专业区了，都嘉义这个大埔梅、香草园区，这是失败的啦，哦。在这些失败的当中，我拄只看你业务科报告来头底，你对于屏东，这应该不是你认啦，就讲过去农委会对于屏东生物科技园区这个部分，农业生物科技园区，一开发了后，投入的金额，甲即马秋商进驻来投入的金额啦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，其实农业生物科技园区，实在是未来咱一个足重要的方向啦。我直接想到一再跟你讲说，嘉义你即马补助15亿，啊人别人无 BOT， 嘉义你来用 BOT 了后，结果全部横股来头，这都嘉义失败，这15亿，即马在清算了后，你那边接管，阮嘉义都要好算算的吼，都要念头的想起来，所以我顶一边来讲，你一定爱用接收等于的节省村的金额，这是几亿的经费，我希望讲你伫嘉义。那亲像你，咱农业过去在推动的农业生物科技园区，吼、哦，这园区的设置真重要。我为什么要讲嘉义？因为嘉义甲屏东来头对，他们都同样有学校单位，一个较早嘉义农专，即卖屏东农专，这种过去也是讲拢是这个政府来头对学术单位嘛，吼、哦。再来研究单位就农改所改农场这啦吼，农事所这家己嘛拢有啊吼、哦。你今仔日伫家己这个所在，伊基本上要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观。你要对于嘉义的这一些农民，要会当来跨国，会当来咱照顾，还会当有无同款的气象。我家感觉讲唯一的就是你爱把这個香草园区，我来变成一个。农业生物科技园区啦，吼、哦，即讲，我讲伫迄个考察的当中，阮调集人已经也做过决议啊。利用这钱来做进一步的投资，无搞的话，我们再把它变成第二期的投资。嘉义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一个县份呐、啊，人对台北开始有竹科、中科来到黑鸭都有彰化基地。中化官僚都有六厅，吼、哦，台南官有南科有迄个永康科技园区。我算算，拄啊到屏东的时阵，到台南嘛，要都有南华科技园区。独独拄啊加嘉义无农业，嘉义的农业，我感觉真重要。我再一次跟你讲，这农业生物科技园区，你务必，你袂使这条钱拿收等了后、哦。
你务必要用这条钱来拿做这款的投资。哦，所以我再强调，再强烈的强调，一定要做这个。是，包括委员那个，你的那个啊，总咨询的时候，哈啊，已经冇提起这个代志。啊，今嘛啊，我们已经成立一个小组，啊，进行小组啊，对，朝这个方向啊，在研究规划。那个哦，注意，这是我的政见啦。啊，冇我一定要做到的一项代志，哦。啊，我无论如何，我拜托诸位，加恁所有的中央单位，一定要来阮家己支持，哈、哦。这是第二点，第三点吼、哦，这边伫灾害灾区的当中啦，去咧看灾区的当中，虽然林班地的利用是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啦，吼、哦。我即个是有两点，就是第一点就讲，咱造林。地造林甲山地造林差距伤过大啦，吼、哦！要安怎和山地造林这个诶鼓励的诱因，很有要愿意去造林，这是一个要你要提高它的补助。第二就是讲过去咱伫农业的部分，咱伫林地的部分，咱拢有在迄个租地吼、哦、有收等啊，我们大概有编一笔经费，吼、哦！你若会收等啊，但是即几当拢无去啊。我感觉你这两点，第一你要收回。这个林班地的使用，你要有这个将来。第二，你对造林、山地造林的补助，你要想办法提高。按照我都走成一个诱因啦。诸位是，这委员这两点吼，拢有在做。像你讲，这个咱较早承租的这个林地，还造林了，怎个收回？甚至像你公所以造林的保那个啊未来，这个都做已经有好几四千有四千多公顷了。我知啦，四千公顷，你这几档都无做你噶？不是啊，这几档在加速进行。你都编了多少经费？明年3.5亿。我说你今年的，我去山区访问的时候，他们就讲说今年没有这个计算啦、啊。给你4.7亿。啊，我跟委员报告，这个环境很好，所以吼、哦、钱无够。啊，收回来呀，大概过三千公买好了。一公顷你这收回来多少？两个计算方式。报告翁委员，有两个计算方式，一个是定额的40万跟30万。那如果认为财基很好，来调查按三价来计算。啊，若要让恁收回来，拢绝对有扩单，有无？我要照顺序，因为额度有限哈、哦，一年差不多。因打反应就是讲拢无啊。就是额度可能太少了。我顶一边去大华去大华川迄个光华川遐啦，哦，去欢乐光华迄边遐搭，因都。即加公话遐啦，烦恼啦，遐就拢打工，因即卖要收等，拢无法度。因为我们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排，因为土石流前四期河川两岸的优先。加速啦，那无咧加无钱，按、啊、那个山地造林的那个补贴呢，那个奖励呢？即卖这一块哈、哦，我们正在做对整个造林政策、哦、做一个总体的评估啊。以前平地造林，我们啊这个部分呢、啊。可能我们在做检讨，把山地的部分，包括山坡地的农牧用地啊等等这些的，可能要做一个大的政策性的改变来配合啊这一次的。啊，你到底你是要怎么走？你刚才讲我们要做大政策的配合。是啊，今嘛就是讲。讲起有点快啊。是的。我听不到有啦。包括讲啊，山坡地是不是来啊给他更高的奖励金？对嘛，我的意思就是你要提高奖励，你要提高到偌济啦？这个有的检讨，有的检，我今嘛好，这个。啊，你什么时阵要检讨出来？我们现在在山地里面，我们可以跟他们讲说啊，咱今嘛山地来造林，咱将来咱提高奖励，然后大概要造多少钱？那什么时阵要开始？我们才有办法帮你宣导嘛。啊，不，你今嘛因不管你造林，你这个无提高啦，他没有造林的意愿啦。山土石流特别落雨，特别你落去造袂离啦。这一部分我们会考虑提高的，考虑提高。上面写的没有完怎样？没有完答案。一个内好不好？一个内好不好？可以啦，可以。好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汪委员。